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现在晚上7:07。整体上我们看到台指期的夜盘目前大致上维持平盘附近。稍待晚上美股要开盘，那各位先看一下画面上你所看到的，这是过去5天，到今天早上截止美股道琼工业指数的走势图。然后呢，我会分别在34502跟33415，那各画一条平行线，就是个别的颈线。34502叫做压力线，33415是一个多方的支撑线。昨晚的美股，中场大涨586点，那时候在33876点。关键不在于道琼是走这个区间了，而是在于它到底有没有能力往上突破34502，或者是它要向下去贯穿33415。刚刚这个重要了，另外它就是一个就是压力在502支撑415，我觉得那个不重要好吗？那个没有意义了。那我们怎么去判断今晚？我想讲的是今天银行哈，今天银行道琼是有能力向上挑战502，还是根本办不到所以在今天我们刚开始第一，我们一样会员的PSI 的说明，我们都放到第二单元，好不好？那首先呢，我们先看大家一起上网，好不好？因为有会员问到，就是说我们讲那个 VIX 波动率指数，那我怎么去找出这个 VIX 波动率指数？好，所以我现在示范一次哈，各位你用你的手机，或者是你的电脑，那我们就开浏览器嘛，对不对？浏览器有 Google Chrome 啊、IE 啦、Firefox 谁都可以，任何一个其实没有影响。你把它打开之后，我们就搜寻哦。你要搜寻什么呢？搜寻 F I N V I Z。好，我念一摆哈，F I N V I Z 六个英文字，好，你就搜寻 Fini Viz。那你搜寻之后，它就会，它怎么直接跳进来？再一次好了，但应该会出现选项的，拍谁？F I N V I Z。好，我就到它的网页，我就搜寻啊。各位请看哈，你 Google 搜寻，它应该会出现这个框框。就是你电脑或手机都可以，其实一模一样哈。你可以用手机啦，OK 的哈，就 FIMVIZ 出现之后，这里有一个叫 Future，你可以直接点这个，你要点这里也可以啦，但是你就直接点 Future。好，举例，我就点这个主页好了，首页好，假设是首页，我现在去点首页。它会出现现在你眼睛看到这一个画面，那记住哈，一样，FUTURES，对，我那个笔怎么不见了啊？这个，OK，我点它哈，Future 就是电子盘期货相关的哈，所有的商品，好，它就出现这个页面了，有没有？OK 哈。那个 VIX 在这里底下，那记住哦，未来这一个月、一整个月哦，除非有出现比较交易量有暴增，否则呢，你只要看一个数字，就是20.5就可以了。VIX 千万不要冲过去20.5，假设一冲过去啊，我另外做生意啊，就是股市会大跌啊。就是不是那种100点、200点的跌，是真的会重挫。我很认真告诉你，它没有过20.5都还 OK。好，所以整体上好。那我现在示范给你看哈，我去点这个 VIX，我现在滑鼠我按它，它会出现这个画面，有没有？你说为什么跟小敏跟我们研究报告上面看的图不一样？对。因为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是日 K 线图，是一年的，
那一年的没有意义，涨本来就没有意义啊。你看一年的干什么？又不是买卖股票，我们是要知道确定当天接下来这段期间行情是要往上还是往下嘛？好，所以好，各位请看哦，这是五月、六月、七月啊，这五月下面一组，去年2020年的五月，这个也是五月，这是上个月，这是六月，我们对吧？好，所以你往上，这里，它有没有低？低就是 day， 就是日。你点 h 就是小时 hour 哦，60分 K 半啊，就 OK 的，就看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你就会看到现在的即时报价是不是在 20.05 啊？你就能做研判了哈。所以我跟大家都会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针对啊，先看这里好了，你就做笔记的。这个是万海。我不是要跟你讲万海啦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就一起来观察嘛，未来这个礼拜对还是错嘛？就明天啦，啊，万海呢怎么看？就看262跟234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的万海收在251嘛。那个笔怎么不见了？它收在251，它往上262有压力。往下支撑会在234，啊，你做笔记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就是技术分析不是在于去解释过去，而是面对明天你该怎么办。好，我们来看台北股市的大盘，好，加权指数今天收17075，开高走高收最低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我现在讲是明天，中午我们八分钟看台股，下午在三立新闻网，我们针对整个框架都讲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问题是，今天起12点，啊，明天再是但是要起不到，啊，对吧？这关键，所以明天再在这里啊。好，那这里我要顺便讲一下哈，就是。我们公司那个主管没天良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啊！他又叫我就又去做接什么节目，做什么节目？他说你们为什么分析师哦都很怕累？我说我一点都不怕累，我是做不起啊！我举例哈，昨天啊哈，所以我举昨天这个范本哦，还是要跟各位报告一下。昨天我在做群创还是有的群创。我那个数字好像写错了，你一定告诉我你怎么可以写错？我会错，就是因为我做太多事，我整天都在做事，整天哦，从早上开始一直到现在，各位我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呢，什么午休什么我都没呢。那你一天做这么多事，那个真的会超错呢。所以如果不管现在或未来，各位你发现到我那个价位写错了，或数字算错了，你多多包涵啊！你要自己省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工作做干哈，我没有休息时间，又叫我再接什么？我怎么做啊？你有没有天良啊？对不对？还没良心，你知道吗？已经做到没有休息时间了，说哎，你再去做一个那个什么？我这慢慢是不是有点良心好不好？已经做个做不起啊，你知道没？各位请看，你看这张图表。这张图表是不是今天最新的？什么时候做的？4:40在三立录完节目，不，4:40开始录三立。三立录完，5:20回到家，爱六点，我今天跟大家没吃饭，我哪有时间吃饭？我连吃饭都还没吃哎，啊，不然这张图怎么做出来的？所以我万一上面的数字写错了。算错了，各位你多多包涵，你要自己算哦。好，我现在直接告诉你重点。我们在昨天我们针对台股的看法就是17200220是压力，17096是支撑，没有错吧？好，问题是台北股市今天中场
收在17075，是不是收在17096的下方？所以096就变成压力。那这个压力不是只有096，也就是说从096往上一直到220通通是压力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支撑在哪里？你说那破了怎么办？破了呢，他准备要来破16865、16775，但是在跌破16775之前，这里有一条隐藏的多头。这个多头明天会发生，如果明天杀盘一定会发生。这个多头会在哪里去挡？在16918。我现在直接告诉你，一定是，除非我算错了啦。那你说，那你怎么算的？好，来各位，你就看着这个画面，我慢慢讲给你听哦。因为我不猜行情，我猜不到的。我们把时间回到五月，加权指数是不是从16419涨到17311？然后17311的隔天，它是不是跌的？它是跌的，因为它是跌的。它如果是继续涨，你当然就不用理它嘛，就好像航运股一样，或者是钢铁股，你买的它每天涨。啊、我买啊，它被列为注意股票，那你不就很高兴？因为你买到标股嘛，对不对？你买的股票只要交易所公告注意股票，恭喜你，你买到标股啊！我绝对无黑白讲啊！你不管你们今天买什么股票了哈，你买完之后，哎，交易所发布讯息列为注意股票，啊，你的标股，你股票就开始涨停了，这第一步嘛。那注意股票接下来就警示嘛，就是列为处置啊，处置股票啦。那处置股票从分盘交易开始嘛，好，那再来就预收款券嘛。那到预收款券就要注意，就要留意了，就要谨慎了，不一样哦。当然行情是一个很强劲、很强烈，还 OK 的。可是万一有一些波动，假设是处置的股票，那你要提高警觉。你的股票只要再涨，你都可以继续买。我讲真的，你也不要怕它涨很多，涨幅已经一倍、两倍、三倍、五倍了。只要你的股票继续涨，你就继续买。那记住哦，当你的股票开始跌，你就要走了。啊，什么叫继续跌？啊，举例各位看这个画面哦，加权指数从16419不是往上涨嘛，那就买啊，啊就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买到什么时候？买到17311呀、啊？我有讲对不起吧？好。你说我、哦、听你说的空了两年被气死，没有啦，真的啦，股票会涨啊，你不就是买，哪里不对？那跌呢？跌就要小心啦、啊、跌就应该要卖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怎么知道是跌一天卖，跌两天卖，跌三天卖？好，所以就算了。17311的隔天它是不是就往下跌了？当它往下跌，是不是要赶快算了？它持续在涨，你连算都不用算它嘛。可是当它在跌，你就要算了嘛，因为我不知道它会继续跌还是跌一天继续涨嘛。好，所以当它开始出现跌，我是不是要怎么算？好，我往前看是不是17311？我往前看最低点是不是16419？所以16419跟17311是16865。万一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数字写错了，那讲我工作做到做不起啊。我没修心，大概是按错了，你多多包涵、哦啊、你要自己算，这样好不好？有些好、哦，比方说这最大交易量啊，价格假设18块，我写17.2块，那个是真的是我忙到做错了，你要体谅啦，我赶快做不起啊。这17311好，这一天跌，那、啊、隔天是不是继续跌？那这一天有没有暴跌到16775？有。可是我在16865画一条线，这个灌下来8865，它马上又拉回去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爱情底下够865，我们对吧？好，可是还没讲完哦。它这个拉上来，那你要怎么算？你要赶快算哦！你要算什么？17043啊？为什么我马上算17043？好，因为。当它从17311往下跌，这一天这个急杀盘是不是775？是不是出现新低点？那新低点我是不是应该775加311加什么几条双？这条就是上面17043，这叫反压，这是反压。因为可是它都站在反压之上，所以呢，
这个就是变成第二道支撑，除非他守不住零四三，否则他再告诉你，他一定会过三一一。这个你要慢慢想哦，来，16419到17311，这条叫865，没有错了哈。好，那865是因为你从这里往这边跌，那时候还没有775嘛，所以你是不是算好865这边在等它？可是当它真的来到865又拉回来的时候，这个支撑成型了嘛？支撑成型出现新的低点，那你这个时候就不是看419了嘛？因为没有意义了嘛，所以要看什么？是不是看775？775跟311是不是在17043？17043哈，一够底043就绝对会过311啦。啊，所以就这一次是不是来到17417？好，因为看现在喽。我们在昨天提到17220跟17096，这个17096怎么来的？是不是我往前看最高是17？最低是16775，连接775到417，所以这个多头在哪里？在096。那压力在哪里？好，压力是不是17417跟17023？这里会有一个220嘛？所以你看今天这个 K 棒，一直到中场是不是落在220到096嘛？懵对吧？但是它杀到最低到092嘛，早盘嘛。那从092一直拉到17170以上嘛，我们原本预估合理落在168嘛，猛对吧？好，它攻到一对一攻哦，好，攻到17170以上哦，然后往下杀盘，杀到17075，是不是台积八点等来？那就正式跌破096了。那你跌破096，除非啦。波动率指数一直到明天早上台股开盘前，它可以压在 20.5 以内以下，那台股会涨。万一它在 20.5 以上，你就不用再考虑这个东西了，你就直接看918守得住守不住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最终你还是要看波动率指数啦。 OK 齁，啊，还是一样齁，如果在过去、现在，包括未来，就是我在算的时候，还是说那个价格我写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黑起来是我工作做到做不起啊！我真的，我怎么做得完的事啊？哦，这个叫加权指数。好，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步入主题哦。来，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慢慢看哦。各位，你先静静看这张图啊。这个我在下午在三立新闻网我有提到嘛。画面上你所看到的就是道琼指数工业指数到昨天截止，那么跟台北股市有一样吗？乍看一样，其实不一样。你们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，哪有一样？上个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，也就是说上个礼拜其实不是礼拜二，它每天跌，它跌一整个月了啦，它一直跌到礼拜五嘛，然后礼拜一就昨天嘛，那出现大涨嘛，就一直跌到礼拜五，然后涨嘛，这就是美股嘛，我们对吧？好，那我们要比对，比对什么？比对台北股市，因为台北股市也一直跌啊，今天继续跌，你跌过快几倍？它是大涨哎，然后它是每天跌到礼拜五，你再看台股，台股那每天跌，台股是因为6月16号我们是不是在12点到12点半？去大幅度减码出清股票，然后就开始跌了，当天就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出完股票就是跌了，隔天暴跌，然后又拉回来，哇，你有这印象吗？所以台股不太一样啊。然后昨天是大跌嘛，那今天是开高走高嘛，然后就一路杀盘了嘛，有了一度这里就从这里17092这里拉到17175嘛，再杀100点下来，我赶快哦。这不一样哦，这跟他哪有一样？一二三四五，这是五天。一二三四五，这也是五天，不同。所以跟台股没有跟道琼很明显的联动，它联动其实是非半的。OK 哈，当然也有关系啊，但是联动比没有那么高。那你说我要怎么看？我们就
我觉得要先看明天，要今天晚上了。OK 哈，各位请看这张图，记住哈，如果我们看量价，再看短期间的，你看大比较长期的，当然你就直接看日线嘛。那你如果看比较短期间的，举例我们要看今天晚上，那你就不能看日线，你别当看日线哦，因为你看的越短，你在追求更精准，所以我们要追求精准。那记住，不看开盘，也不看收盘，就开盘剔除，收盘也剔除，那只看盘中最大交易量。画面上这个圆圈的右手边这里，因为这根更大量，对，可是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量是收盘量，这个是开盘，这个的隔壁这根，这是开盘啊，这根是收盘，这是收盘开盘，这是收盘，你这个开收盘都不看，不看开收盘的，只看盘中最大量，盘中最大量是在6月16号美国纽约时间的下午两点是这一根，这一根的价格你就把它画一条平行线，哦，这个价格在34502点，紧接而来它就持续跌嘛，就加速补跌，跌到礼拜五，哦，出现转机了。哪里出现转机？因为你在第一时间你已经知道它有机会出现转机了。好，在这里，这是什么时准呢？这是在6月18日美国纽约时间的早上10点，这里画出一条平行线。 OK 好，好，那昨天大涨收在33876点，好，这个点在33415，好，紧接而来哦，我们已经看到道琼现在告诉我们它的压力线35.02，支撑点33415，不够，不够，因为咱要知影讲啊，一旦一个开盘，等一下晚上开盘，它是要去攻502，还是要杀回415，甚至于跌破415，摸唔对吧？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不管任何的多空消息，伊都袂干扰你了。它大涨或它暴跌，立马不会很恐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都已经准备好面对任何状况啦。好，所以我们讲，让自己拥有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，不是说我不看不听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不受他干扰，不对的，而是什么事我们都要很清楚，然后我们经过独立思考，利用真实的数字做出评价，你就不会受他的影响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，这是这个我就不要再讲了哦。775417就17096，那这里呢就17220。OK， 找到路你就不会怕，所以这条是不是228一样哈？这个各位可不可以看？下午4:43立新闻网94要赚钱17向前冲的单元，因为同样的话一直讲，大家会觉得很烦。OK 哈，好，这叫17109，所以我们原本估17168嘛。看这个比较重要，这个慢慢讲，听过了你就再听一次，记住，因为这个就对了，只看交易量。好，交易量你所看到的最大是 B， 次大量是 A， 就这样子，再没有了。这里开始一直到未来，不是只有今天哦，到下个月的今天，除非有交易量大于6月18号，就是这个，那整个框架就会改变。只要没有大于6月18号，那你什么都不要理它，你就记住一个数字20.5，这样就够了。今天啦，它只要没有超过20.5，你不用去管它，你别插笔，因为这个已经告诉你，这叫定杆。就是定杆效应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他已经跟你讲接下来的未来了，你也不用再去猜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两个点，每个点当时的价格都是画出未来，这个未来是一直延续很长很长的。好，一个在 19.5， 一个在 20.5， 没对吧？就是啊，然后
现在在20嘛，我们刚刚看它在2020嘛，没有错吧？反正就在这里啦，它一直停在这里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能太早表态啊，因为它要修理欧洲股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啦，我觉得欧洲股市最可怜的啦，真的真的。它只是要停在20嘛，没对吧？好，我给你哈，它往下跌。如果可以跌破 19.5, 那你要极度乐观哦。你要勉强自己，纵使你会害怕哦，没事的。你要勉强你自己，针对台北股市，你才极度乐观。如果波动率指数在 19.5 以下，但是反过来讲，如果在 19.5 到 20.5 呢，你也不能太乐观，也不能过度保守。你就是说，我这里呢，指数也波动会加大，突然大涨突然大跌，可是我会维持在这个主要的框架里面，我不会脱离这个框架，它会有个框架，就刚刚我告诉你那个框架。好，那相对的哦，万一发生第三种状况，就是你看到波动率指数冲过 20.5， 我来讲，你就想要减码啊，股票能够不买就不要买，那买越少越好，那唯一能够买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车用。我会告诉你，就电动车相关的主要主流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很多特定的我们所知道的单位哦，只要跌下来就买，跌下来就买，跌下来就买，所以你别烦恼，你呀就最急，真的啦。但是你不能买错啦。你如果问我什么航运的钢铁，我都觉得可以买，只要它不跌你就继续买，可是相对的它只要开始跌了你就该走了，没有为什么它就叫涨停板，叫半支涨停，你要怕什么？涨停就涨停了，它就抬到要跌停了，你要继续买我就没办法，不是这样子吗？你赢了它五根涨停，吐半根跌停回去不用嘛，我觉得合理吧。所以天上下雨地上滑，无小心自己走路跌倒，你要自己背起来。好，各位请看。所以我就说我做不起。好，这是六天前。然后在昨天，我在六天前讲的这家公司，昨天法说，跟我们所预估的差距几乎非常吻合。然后你就看嘛。六天嘛，这今天嘛，这今天6月22没问题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还你进去。我请问你，从6月7号到6月11号，然后这里不应该买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就给买啊，你就给买啊，他就会去啊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接受一家网络平台叫时刻理财，那他说你就大概讲个七八分钟，那我就讲不到七八分钟，我是只有讲六分半，就这样子。OK， 讲了哪一档？讲了这一档，就是电动车的高功率元件，当然不止介林啦、那包括有富鼎、有德维、有鹏程，那这个族群很庞大哦。那这个族群，因每一家啦，今年的获利都爆冲啦，都比去年成长最少40%到一倍，我讲的是高功率元件哦，你不要举其他的电子股哦。那预估明年会绝对都比今年更好，所以整体上你要针对未来最有前景，高功率跟一般的机体电路没感换哦，不一样哦，这真的是不同哦，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哦，因为它要能够抵抗高电流。电流高就会产生高热，产生高热，一般的这种被动元件无法度用，那种电容一般的电容嘣就爆炸了。所以你要高功率元件啊，高功率电晶体不一样的，所以它的毛利很高。那加上电动车，这里到2023年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，我很认真告诉你。现在电池芯已经在缺货了，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因为一台电动车的电池芯要用5000片、
一台车爱5000笔呀，那怎么会够？你随便算也不够，所以整体上，你就抓住这个重点哦。还有一样哈，所以会员哦，来看一下哈。资深会员就不用我讲了，反正你都会做嘛。那新会员你稍微看一下，我从两个角度了哈。好，各位请看哦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，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，上图是七分钟的 K 棒，底下是七分钟撇衰，所以它总共有一个正五十，两个负五十，这里正五十，有这里，这里一个负五十，这里一个负五十，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回到今天早上哈，各位回顾哦，你就看你的简讯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请看哦，这是今天早上。当时的最低点在17031，加起031，加起180，加正五十，但这个正五十是做今天的凌晨1:58，没有错了哈。那我们来看这里，那我要回过头来，我对比哦，加起什么17180，这里。然后刚才是多少？17036啊，17036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底价。那，哎，请问，那这里怎么会买进？你说这里没有啊？这里没有正49啊？哪有正49？对不对？没有，它真的有了。因为各位，你看，你要有在看来哈，你不能事后看呐，你要盘中都有在看呐，它真的有了。加嘛，这怎么会没有？这跌破负五十又回到负五十啊，这绝对有。所以这里是不是036？我们对吧？好，这个叫零轴嘛。那036这里该怎么做？这当然买进啊。然后，哎，我的图表嘞，啊，不记啊，我用念的好了哈。这里036进场之后哈。036这里齁，好，是在这里，然后它往下几点，摸不对吧，就这一个这一根嘛，然后接下来这里这一根就拉成一个红色十字星嘛，这个嘛，什么这个长黑本来是黑的变红的，对不对？变红的好啊，所以这里做多，这里买了一笔嘛，好，所以的会员齁，特别是新会员看你的讯号，然后我们036进场，接下来030它大概跌，就我们进场后又跌了大概6点，我就请原救援发简讯卖出平仓，就是输了垫平仓了。可是我一看哦，来不及了，那个零，我怕你会，就是我们买036嘛，你说啊030平仓，哦，我030平仓。我怕你来不及出，所以我后来马上又补一通，17020平仓，哎 ，OK 吧？有什么话来讲哦？来，各位要注意听哦，因为 PSY 的功能就是买最高点，买最低点，空最高点。当我买的它没有往上涨，那代表这笔要输了，这笔就是要输啊，这笔就是要输，我无需要输30点吧？我敢袂使输较少的，输10点。输15点就好，我为什么一定要输个停损的30点？就是当我们真的都已经会做 PSY 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对，我们有一个标准是停损30点。可是各位，你看了几缸冷缸，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，你都会的嘛？你知道 PSY 就是空最高，买最低嘛？当我进场买进之后，它竟然不涨。那代表我不用等30点停损了，我可不可以输个5点6点就停损？就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它继续跌怎么办？就赶快出了，所以是不是17020？摸不对吧？那就30嘛，啊，拐17020嘛。好，再来，
是不是在这里17011又多单进场，绝对有嘛。好，来，然后就从这里就拉到17071以上嘛。好，我拿36进场，哦，依照哦30没有卖掉，卖到20，这笔是不是输在哪点？啊，这里买进17071以上，同低利卖出，这笔是不是60点？啊，你扣完回来，你是不是还倒赢？就一定赢嘛，啊，就有零走。OK 哈，就是新会员哈，我每天都有发讯号带你做啦。那你就照，那你资深会员你就自己走就好啊。OK 哈，你一定会样走啦，你就这样子，这就撇出来。那欢迎各位可以联系我们的服务人员啊哈，跟着一起操作。我会带你操作股票以及指数。那这里你要布局的是高功率元件啊，类似像这个这种股票 ，OK， 好，就是高车用高功率元件，这些股票是接下来未来今年第三季最崭新的主流。那股价都才刚要开始，不是要等，不是一小波段了，都会有大波段了，所以各位就照着做。那再来最重要的哈，就是明天早上、晚上，其实你也不用管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大涨也好，美股啦大跌，那么你也不能出手啊，你要等到什么？你要等到明天早上啊。所以来看一次哈，现在是不是在 19.9？ OK 啊，那就没有问题啊。它只要不要站上 20.5， 你都乐观。OK， 除非它冲上 20.5，你就绝对要保守，这样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，也祝福所有朋友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谢谢你，拜拜。